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昨天晚上你给杨家过生日出了什么状况？他不会用到自杀吧？艾宁，他现在已经答应退出我们之间了。 而且昨天晚上我们又……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想对我负责是吧？你需要时间，我给你时间，一个月够吗？安宁，你来了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我打去公司，他们说你没去上班。 我就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，就赶快过来看一看。你没事吧？嗯？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昨天晚上你给杨家过生日出了什么状况？他不会用到自杀吧？ 不是本来要把他灌醉吗？结果没想到佳佳的酒量那么好，反而被灌醉的人是我。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喝醉了。我电话打过去打通了，但是就听你在那边说醉话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睡了，就一直在他那边躺，躺到今天中午，刚刚才回来。 那应该还没醒酒吧？我给你倒点雪梨汁。安宁，不用了。安宁，你爱我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当然啦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，你爱我。哎呀，爱一个人呢。 不一定总是要挂在嘴上的，说出来的爱就是真爱吗？可是我们在一起太不容易了，我老是担心，不知道你是感激我，还是真的爱我。别瞎想了啊！ 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就是笨嘴笨舌的，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。总之，我爱不爱你呢？您先去感受就好了。喂，安宁，是我，我是墨轩。墨轩，你现在哪里啊？是在法国还是？不，我已经回国了。 你在哪儿？我想见你。哦，可以啊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嗯。是墨轩，他回国了，他约我，咱们一起去呗。他刚回国，第一个找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就不去了，别再妨碍你们。怎么啦？吃醋啦？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？嗯？ 哪有资格吃什么醋啊？不是，我不去了，我一会儿还要去接安逸呢，啊？好吧，那我去了啊。嗯，在家里睡一会儿啊。 放很好，但是这虚线这个地方稍微再虚一点。来，我是教练。安宁，墨轩，你变喽，现在喝咖啡可没那么讲究啦。经历是我最好的老师。
他告诉我了很多。当初你那么坚决的离开，我还以为你会在国外定居呢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有一家非常著名的画廊邀请我做他们的签约画师。你知道，对很多画家来说，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。但是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回来了。放着待遇那么优厚的职业画师不当，跑回来当培训学校的老师，你可亏大了。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挣钱和出名更重要的东西，感情还有责任。看来你这些年学到的不仅仅是画画的技巧啊。就算是慢慢学会了如何生活吧，从中也体会到了很多艺术的本质。艺术的本质？这个命题听上去倒是挺深奥的。其实一点不深奥，挺简单的，就是每个人对个人生命的一种体验，然后抽象地把它表达出来。只有对生命生活有了体验之后，艺术才会变得更加自由。那你这些年的留学生涯让你对生命和生活有了什么新的体会呢？一言难尽。总之，我了解了我自己。原来的我力求完美，甚至有一些病态。后来我去法国认识了很多真正的艺术家，让我觉得原来的我其实挺狭隘的。现在我可以用一种平常心去面对生活，面对生活中那些不完美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替你高兴。我也很高兴。我租的房子离这很近，要不要去坐坐？好啊。这幅画叫做《三姐妹》，就是画着你们姐妹三个人的故事，还有姐妹树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用心在画的，很好看。我特别喜欢这幅画，在法国有很多人想收藏它，但我舍不得。坐，安妮。好香啊。是吗？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咖啡。下回让你尝尝我的厨艺。怎么，你现在还精通厨艺了？对啊，被环境逼出来的。你知道在法国吃中餐很贵，所以我们经常几个同学一块做。虽然出了点洋相，但是现在我的饭基本上能吃了。哎，看来这三年你的收获不小嘛。你也有些变化。我原来觉得你像个小刺猬，浑身都是刺，现在好像温和了很多。可能是因为带孩子带的吧。带孩子？你结婚了？和天明哥吗？这孩子不是我跟天明的，是你跟我姐的。你忘了，你走的时候我姐都怀孕7个多月了。他生下来了，他没有去医院把他打掉。这女人一旦怀了孩子，就跟心头长了一块肉似的。再说我姐的身体状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怎么可能说打就打呀？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？你走的那天，我姐悄悄去机场送你，但是没让咱们发现。你正要走的时候，我姐就在机场早产了。请马上从3号登机门登机，谢谢。
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到你姐会把孩子生下来。我走的时候把钱和房子留给她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我姐当时最需要的是你，你觉得一笔钱、一套房子就可以替代吗？我真的很抱歉。我出国之后给你姐打过几次电话，但是都打不通。我以为她有了新的恋情、新的生活，所以……你也别抱歉了，都过去了。有机会啊，你当面跟我姐道歉吧。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是女孩，跟我姐一样，天生的美人胚子。我姐给她起了个名字，叫安逸。安逸。那，给你看照片。你的女儿。想我吗？啊！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巧克力。啊，你最喜欢吃巧克力了，是吧？爸爸手里有两盒，还有一盒是给妈妈的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知道，因为这是妈妈最喜欢的巧克力。这样，这样，一会儿妈妈呢会来接你，然后呢，你在这里等她，我呢。就躲在树后面，啊！然后他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出来，给他一个惊喜，吓他一跳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。哎呀，来，拿这个，啊！我去躲起来，好不好？嗯。